这个是自发性的一个训练吗？对，因为我们的主唱他在舞台上不太能放开自己，所以我就想借组织这次机会让他在那么多人面前锻炼一下自己的胆量，然后唱了得有一个多小时吧。然后我们的恩代自己兼主持人兼歌手一起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做的。哎，不错哎，不错哎。给我带来的帮助就是在我唱歌的时候让我觉得一切都很美好。我其实一直知道自己骨子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所以来到这个队伍的潜力在慢慢被激发出来，就是慢慢的都在成长。因为我们大伙都相信。对对。那我们这里面的人有路演过吗？我那个就只是在街边唱了一首歌而已。那是街边演，街演。我当时就是街边演走红的，怎么了？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小凯老师路演可能会引起交通堵塞。那我是天眼，天天眼。